主料：豆腐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辣椒粉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豆腐用布盖好，发霉后拌上辣椒粉、盐等调味料，一块块放入盘子中，淋上一层植物油，放置一段时间即可。时间越久越入味。烹饪技巧：淋上一层植物油会更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